做噩梦了？这是哪里啦？啊，我幼迪呢？这里是诊所的病房，幼迪带你来的。我在诊所干什么啦？哎，幼迪已经带我回家了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啦！幼迪，幼迪有工作了。 迪哥，来，小王，早。你们公司的产品有问题，不要再卖了。有问题？小王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已经把产品拿去检验，里面有很多成分含量都超标，会有致癌的风险。拜托，你的检验报告上面的东西在我们公司的网站都查得到，能代表什么呢？而且这是保健食品嘛，营养成分高一点很正常啊。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里面的成分会致癌啊？ 你怎么知道我有检验报告？小，自从我回到村子以后，你处处在刁难我。我已经尽量不在村子里面卖了，你还想要我怎么样？ 重点不是你在哪里卖，重点是这个产品会害人，它就不应该流入到市面。证据在哪里？有谁可以证明吃了这样的东西身体出问题？谁？小，做人要留余地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从小家里有钱。 你念完医学院之后就回来开诊所当医生，我不一样。我们的确不一样。我是医生，我的责任是救人，所以我一定会找到证据证明这些产品会害人。还有。
这是之前检验报告的备份，你还要吗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哪里都不会去，我会一直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我会努力成为配得上你的男人。我晒出来了，阿公，我晒出来了，耶、yeah! ！我现在终于晒出这个脸，我可以问你，你愿意跟我一起留在月村吗？明天是情人节，我会在这里等你的答案。